不说话，今天没事。大家猜一下，我可以吵你们。哪一个才有机会可以变成一个？换了大家。所谓的 ，like 呢？你那场午安的，首先在呢，只化了底妆。不是，都没有，没有。我得说，你们知道音乐游戏吗？那你们知道？你们知道手感很好的时候吗？那你们知道手感很好，然后现在要突然要开始化妆，然后要上班就要，他敢做吗？对，我手感很好，我要哭了。谢谢勇哥的浪唱演奏。我上次也是，我上次是玩 New Stage。然后我也是要直播，然后我现在是在玩 OSU。我好不容易把一些我一直打成打到 B 的歌打成 A 的，或者是把 C 的歌打成 B 的，我在进步，然后我现在要直播。谢谢 QK 的枫叶，可恶。跟我说下次直播前不要玩，欸，可是我发现这直播前会很好。没有下次了，谢谢秋日红的闪光星星。没有，不能吧？什么故意没有？就是真的是。仪式感，哎、欸，真的不开玩笑，真的是，就是有事情之前，肯定会手感很好，好奇了，就是不管是不是直播。Hello， 我来画的眉毛，还没有画眉毛，嘿嘿。没有直播，现在是直播，好亮。没有眉毛，我没有眉毛，大家看到我的五官吗？好了，我关掉。哎。谢谢阿雅菜的行李箱。而且前对在上课，而且他本人还不在，我在帮他上课，虽然我手忙都听不懂。谢谢爱谁的早安抱抱。就是他不在，他谢谢亮的星星野草，他还在回来的路上，因为他好像刚刚是实体的课，然后现在这一节又是远距，然后他还在路上。所以我先帮他上，而且我没有办法一心多用，所以我如果大家如果有听到说他要点名的话，请提醒一下我。谢谢玉超的心思野草，对，我现在是张华华，大家午安。对他不在，我还要帮他荧幕录影，知道他的电脑很难用吗？谢亮的一封信，要开镜头吗？不用，开镜头的话还不尴尬不？其实它有一些，说它还有一些基因蛋白，好像这边没有写。哎，他好像在上什么？谢谢今夜的小光星星，谢谢包子的仙人草，他好像在上阿兹海默症。
反正杨海同学，谢谢亮的早安抱抱。那一跟二中，它是穿梭在这两个重要的反应路径里面，它就造成神经的弱化这样子。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要回来，下一页。那这边就讲到所谓的蛋白，那蛋白的话就是所谓的，它有一个术语叫做 gation。就是我们在讲神经退化性疾病，会一直讲说突变蛋白、突变蛋白。那这个突变蛋白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那这个突变蛋白会形成所谓的 aggregation， 那就是蛋白质。我已经吃过了。那你形成这个神经退化性，那老师问问题，我要回答吗？不用，老师应该不会问吧？老师问的话，那我会很尴尬。那就是老师我不会。我应该就不理了吧，就没关系啊，反正他应该快回来了，我猜。谢谢朱莉安的梦幻星座。那这个 aggregation 形成的 A beta 就会去活化所谓的跟凋亡有关的，前面看到可以准备我未来所有的东西。有的会点同学来问，有他好像昨天有，然后他是我还没醒，然后他是一个也是半睡半醒的状态。然后他直接吓到，直接吓醒，还是要吃下午茶甜点。好，不要乱打，不行啊！神经科学。午安。就肌肉萎缩症，渐冻。好，那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SOD 呀 ，SOD 这个酵素突变，像是突变的啊，它造成一些基因的。可以打开麦克风，然后把欧斯的声音放出来。不要，他等下被挡掉，他就会把我杀了。你们明天就会看到，不用不用明天，你们晚上就会看到高允爵，就是休息公告。对啊，被他打到休息，真的会。那其实就是我刚才一直跟大家。还是我画蛋糕。画蛋糕好了。带豆仔。可以拿一餐了，早就该打了哎。嘿。哎呦。可恶，好像打游戏哦，但是你们又看不到。你们看得到的话，你们也没有什么游戏体验，算了。我打完了，不行，你们会很无聊。虽然我的直播被就很无聊，本来就偏无聊了。这件事也不错，你既然已经习惯了吗？等一下，已经，等一下是习惯我做我自己的事情，还是习惯大家？最近在玩什么？最近在玩 OSU，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Podcast 有募集到什么有趣的主题吗？敬请期待第二季。你会发现到说这个神经细胞可能会造成细胞的死亡，就是凋亡的反应。所以有很多的一些研究的人就说，那我来阻断它，你看，你看到哪有，我最近没有很常跟他聊天吧，除了上一次有。那流进来，那我就阻断它嘛，就流进来啊，那我就。只有上一次近期。超级，说明严重破坏，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标的物的一个反应，就是
且我的终于才第二集。哦，你说我跟张法法吗？就是平常我们一直在一起，还是会有没话聊的时候。不要回六四就好，六四四 ，Hello， 朋友。这个是原著，上面这个是原著，原著是那个，他是 Harvard 的，哦，神经科学博士，哦，啊，他其实写了蛮多本跟神经疾病有关的小说，他就只有这一本《我想念我自己》大卖，哦啊，还是在拍过电影，哦，这个女主角大家应该看过吧，哦，应该蛮出现在。常常出现那一年的那个奥斯卡奖，就男主角跟女主角，女主角就颁给他，我想给我自己。什么意思？刚好那一年的两个奥斯卡的迟到，你迟到。神经疾病。是不可以当我朋友？虽然你想到，大家，包他叫做我包子啦 ，ID 是243313一，大家就是他，再见。把它去开灯。真实的样子，啊，所以晚点复制贴上。比较想当猪肉妹，请付版权费，还有版权呢，啊，这句话。一般来说，大家说的早发行大概都是传奇，那也有记者问他说：“哎，这个是不是你自己？”不过他的回答是说是，他说是他的。我的 OSU 打不开。有没有点意思？这样子。哦，好了。那我稍微简单。可以当你的蛋糕朋友。但你不吃便宜蛋糕哈？为什么？有吃的不要忘了要。便宜也要好吃的蛋糕啊。接到的时候，记得忘了你。哎，欸，其实很好吃哎，欸，除了提拉米苏还有啥？我觉得普通面包店的蛋糕也还蛮好吃的。有烧肉朋友可以当吗？主播要请客，你都没意见？没有，主播肯定是要给你请的吧。最近不是刚买了新东西吗？新的啥来着？手套。我觉得全年的奶冻卷跟乳酪蛋糕都蛮好吃的，啊，要改吃播了，我一直都是吃播吧。羡慕包子的买相，包子买香槟，香槟是什么？相机令人羡慕。香槟是啥？前年的几？没有。怎么就烂命一条了？香槟。香槟。对啊，蒜蓉卷蛮好吃的啊。包子买了 R6， 一句会让人误会。对，你买了 R6， 我
哇！啊，我听说过了，居然买了 R6。令人羡慕哎、欸，令人羡慕。等一下，什么意思？杨雄什么意思？杨雄什么意思？等一下，这个等一下。哈？真的有钱？哈？什么意思？为什么？有一台机车哦，不是啊，我想说什么？太突然了吧？太突然了吧？不是啊，我不知道啊。我想说是R6有背过你还是？超突然欸，他施工的超突然。你觉得R6背得动他？搞不好啊。才没有，我只是问你们什么意思而已，好吗？明哈有主，你说马修吗？马修。阿六到底是有多少东西？R6到底是多少东西的名字？我刚才说啥？马修还没下班，马修，下次公演的场外图一定可以想想什么意思。再等半个小时。哎、欸，那你很清楚哎、欸，不愧是。R6带也不少。R6本人还没下班。对啊，掌握了他的作息，不愧是。OK， 我推你们，我推。我知道他们有定位啊。正常的上下班是吗？谁不正常？你爸可怜，为什么？令人羡慕哎、欸，包子马修，上面再吵就要吵回去，不行啊！我要怎么吵回去？而且好像是隔了一层楼。Hello，Hello，Hello， 马修。马修。包子想你了。为什么他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反正啊，我
都已经放在作业区。好，但我们最后才会点。不要造谣，我没有造谣，不要污染他。我没有。Hello，Hello。Hello。因为他刚刚说他忙完了，我说你召唤他，明明就是你知道，好的。好棒哦，好喜欢。现在冰棒连直播都会通知吗？好棒啊！昨天限动都在拍起来，好，马修包子吃醋了。怎么有点羡慕包子？谢谢老沙的红玫瑰。突然看到我了。对不对，很闪呢。杨雄，你在偷臭，我现在才想到，可恶，混蛋。这个 B 从 B 派的开始写 ，B 派前面这个不用，前面这个 ，OK 可以吗？好，应该有清楚吧？千兆墨镜。那我们就从墨镜在哪？作业。我墨镜在这。哎，我墨镜盒子好可爱哦。谢谢林果的浪上野猪，反应太慢了，而且我的也好脏哦，它是会反。它会反，它是镜子，虽然很扭曲。嘿，毕竟马先生很抢手，他是墨镜。这个学姐是三个都写，其实我们介绍三种样子。马先生，报纸不开心，你要跟大家保持好距离。那还有所谓的亲的政策，没有，我看一下。贝塔，这个我们等一下都会讲啊，好，只让先大家看一下要作业要写什么。那后面还有写十大警讯啊。少啰嗦。怎么样会导致失智症的种类分布？大概是这样 ，OK。好，那这个都放在这边。有问题的话可以。关于感情问题，还是一律建议分手。没有，不是我，是张佛法。张佛法在线上上课，但他本人不在，我在帮他线上上课。多情的我也没有办法。马修，这样子不行哦。讲啊，我们就不下课就接着讲。啊，我们讲到一个段落，你会提早下课，所以就是这样。好，不用下课，因为这样。对他本人不在，他本人快到了吧？这里哦，可摆在这边的哈。我们等一下先看一下，有一些细节要 detail 一点，然后稍微再讲一下。感情先生，对啊，不知道。想聊天那边问题，我开麦克风讲。我这边都写了注意事项，那讲教的时间啊，讲教的时间哦。同学，我们之前的 schedule 是这样写的，因为那时候刚好是遇到我要去开那个，哎呀，因为。那这份作业就是等于说你的期中期末考成绩，总分60分，加上你的初缺席40分，60+40，等于这份作业是60分，总分。那这边都写了，然后你要亲笔书写嘛，对不对？好，文图并茂嘛，对不对？好，然后把它扫成整份的 PDF 档。谢谢我的枫叶。如果你传一页一页会被我帮他填一下，没有，就是。请你把它变成一整。对啊，精神虐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一下这边，一下这边。没有什么作业。作业我没差。作业与我无关。
太大声，朋友。不会不会，我现在有帮他，对，就是我有帮他荧幕录影，他没有看到，好像就是他的事情了。平板写，哦，对，就是你问，对，我就是要讲这件事，哦，不行，这件事情，哦，很多届，其实我教什么事情，哦，我大概一直以来都是这个做的。对啊，有啊有啊。那之前的学长姐，你看那个学长，点名，有点名的话要跟我说，哦，我没有在听，大家请记得提醒我。现在粉丝还要帮我上课，对，你们要帮我上课。你们要帮我听他有没有讲到点名这两个字。粉丝也太难当。老师只要说大家这边了解这个复合有就有，大姐好可爱哟，好可爱哟，顺便抄一下笔记。对，帮我帮张爸爸上课。哎，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听懂。下午安宁。对啊。多久没称赞大姐可爱？我是说老虎可爱。我是说老虎很可爱，你应该放那张歪头的，很可爱的那张啊，你怎么会是放这个呢？谢谢阿雅睡的早安抱抱。我是说老虎，没有兔子，什么没有兔子？你要放这张啊，超可爱，好，我关掉了，我还没看过老虎本虎，闭嘴，不要叫阿姨。想要看老虎，老虎好远，老虎要不要来台北？真的没有开玩笑哦，用过广告词、配例词，还有拿擦手指，我真的没有骗你，拿过擦手指，说你整个拿回去会有点尴尬哦，真的拿擦手指，请问请问你想干什么样子？那我会建议你就用一些干净的词，我很喜欢，挺丑，因为如果你用一些背面已经有字啊，还是有一些图啊，去扫之后哦。字跟图会透过了，大家应该听得懂我讲意思。哦，对，啊，对，哦，对哦，好吧。我回去，我回去是不是也很危险？嗯，我不知道啊。小张的我讲不好写吧，哦，你只要能够可清晰呀，啊，可分辨，啊，你自己也好好写重要吧，好，哦，像这种东西。那我再想一下有没有，为什么要接这个？应该是这样的，啊，哦，有三应该还好。还有的话，不是那个外套，谢谢。在现在就讲，然后因为等一下要去上课，你可以丢在聊天室，然后再订回去。
大家都在关心祖祖有没有被隔离。祖祖？为什么是祖祖？祖祖怎么了？电报吗？就先接着上课了，好好等一下，应该也会提早下课啦。提早下课，我再看一下作业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还有，可能最后一点嘛，啊、哦，就是看一下，啊、哦，今天的状况这样子，好不好 ？OK， 好、哦，那我就接着上。啊，如果你们就对啊，我要或者开麦克风讲，引爆一堆人，可以提早下课。什么？他下课了？还是你下课了？扣掉确诊者，剩不到八个。那刚才有预告大家啦，哦，今天又上不完了，我们现在是会用 Teams 上，因为我想因为这一份跟作业有关啦，我想说尽量还是。超可怕，好可怕，越来越多人了哎、欸！老师说会提早下课，谢谢老师。我应该没有开麦吧？对，老师真的回我的话，我就完了。我真的会被杀死。问题，那你说它重要吗？还是不重要吗？我举一个小小的一个数据啦哦。当然，疫情之后有很多很多变化哦。我们讲的是疫情前的数据。那美国他们做过一个统计哦，就是跟那个医疗保险有关的医疗的给付的部分哦，他们就有发现到美国他们就有统计过，那个保险公司有统计过说，很专心在听。整体的治疗照，但是我没有放 BGM， 所以还好。我今天的 BGM 就是老师，谢谢老师，谢谢 YC 的缘分相遇。老师想不到吧？你不止在上课，你还在当我的 BGM 哦，哈哈。我想这里面有包含很多议题，后面如果陆陆续续时间允许，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那美国他们404，在治疗跟照顾，苹果内容很熟吧？花的钱，抱歉，有钱。对，他们发现哦，看完今天的直播，感觉又变聪明了。其实你还没听出来在想什么，他在想。加起来哦，竟然比他们美国在治疗癌症总体癌症的癌症量的金额还要高啊！所以的话，也就是说，这个疾病变成说，简单讲哦，很烧钱，很花钱，可是又治不好。抱歉，老师，你现在跟不止你的学生，还有。34个人一起在上课哦，还要再加34。现在在聊保险，哎，他这堂课的标题是阿兹海默症呢。药物的发展跟应用，可是你对阿兹海默症一直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说做不下去哦，治疗不下去哦，啊，可是他又花很多钱，那就变成说，哎，我在旁边听。进，我那不行，老师的副业是拿保险的，知道吧？我不知道，但是张法法，快点回来，不然我把你的电脑丢去客厅咯。就在65岁以上，哦，比较常发生，所以人家会说，哎，拜登是把阿兹海默的意思，然后常说错话。那这个应该不会，它会袭击攻击人的脑部，当然就是脑部嘛，哦。那它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应该不会吧？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那个，我想念我自己那一部里面，哎，它就是一个早发性的一个失智症。我还是厕所的啊。你们就先听一下老师上课哈，可以吧？靠老师了，老师加油！你在帮我直播、哦。
老师，老师你帮我直播啊、哦！超偷，史上最偷哎、欸！好的，出发。那还有一些情绪变化，那情绪变化当然很多啦哦，在那个所谓的一个社会新闻上面也常常有讲，还有什么阿公得了失智症之后，以前很温和，现在很暴怒打怎么样？好像拿说拿菜刀砍全家怎么样？这个都有这些相关的、哦、社会新闻都有。那这个就是情绪的变化，它影响他的大脑正常的运动。那这边有提到几个重要的。就是说 item 啊、哦、男生比较容易得还是女生比较容易得，答案是女性、啊、不过有现在有在听的女性也不用太紧张，这是统计数据的、啊、不过在美国他们做过一个大型的一个统计数据过后，确实在美国发生 Alzheimer disease 三大的一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女性，第二个外来移民啊，从中南美洲来的外来移民，第三个伴随教育的应该说教育水平比较低，那换言之啊、哦、这个是三个 factor 结合在一起，好，就是女性，然后外来移民，她又没有可能读，没有读过书，很少我回来了、哦、那时候真的做出来，但是我还没坐下。那你会说，哎，为什么是女性？其实它有一个重要的学理基础。男生的脑跟女生，男生的脑啊，男生的脑跟男生的脑释放这个小通令，什么东西？应该说含量是比女性。你都觉得你有了有啥？血清素当然就跟什么关 ？Depression， 对不对？你们是认真的在听课是不是？救命啊！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factor 就是年龄，年龄是一个很重要的，你可以看数据嘛，65实际上是一，哦，啊80就是哦越多，对不对？好像你看拜登70几，我在说什么？那个反应就蛮像，哦。对啊，我在说什么？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发病的期，他是回来了，我听到了。很久哦，1到25，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可以看我们这份讲义的倒数第二章。倒数第二章啊，哈、哦，就是有一个那个。等一下，是老师。什么莉莉很重要？他就在讲那个。什么莉莉很重要？谁推莉莉？好、嗯、啊，那个。张爸爸。你终于回来了。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我那个广告牌不错，好春风的那个公益广告。那这个也是很大声诶、欸。对啊，他们在听诶、欸，你看。嗯，那第二个是举例。他们认真在听诶、欸。这个告诉。他发病之后啊，我刚刚去厕所，然后就多了一串的。啊，你有作业哦？他什么作业？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期末作业哦，好像有，他有交代，但是我没有听到是啥。5到10年之后，那你很棒哎。没关系啊，反正有录音。没有办法再送，一直送。这给你加小，这个你。这是我的蜜桃，又不喜欢水蜜桃。非常贵，非常贵。你怎么这么好啊？你可以考虑给我20块。一个宿舍大概4000吧。你怎么这么好？安养院8000嘛，一个月就至少要3万块起跳。有关学期，有关期末占好像60分，啊，占学期成绩60%。OK， 那个我知道。OK， 谢啦。好笑，你们好棒哦！6月14要交，哎，你们听得很认真哎，傻眼，你们好认真，我什么毛都没有听到呢。雷根那时候当第二任总统，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啊？现象，当然后来不会被我心盖住，是不是？当然他有死嘛，然后怎么样？当然有一些解密嘛，好解码。我没看到，我有啊，老师今天会提早下课，谢谢。他哪次不提早下课了？他怎么没做？我哪有不理你们？说那个核弹啊，或直接会乱下，其实都完整的。
刚刚讲到癌症，不是讲到是海默吗？对啊，但是我只有听到癌症。那你真的很不会抓重点。啊，开播到现在都还没点名，谢天谢地耶！看看说这个教授很会哈拉，又是雷根又是拜登，然后现在在聊核弹。对啊。好厉害哦还有保险他是全系最松的教授哦真的吗所以他是最年轻的、啊、他在上精神经学神经科学神经科学他选修课啦所以可以这样政课应该不会这么松然后聊到了拜登他好酷哦啊就是你点后面那个东西好就是你把那个录音停掉之后它会放在会议记录那边所以对对所以全世界都会知道你在录音但它会存在我电脑里面吗还是在上面的连接它是连接你可以看我刚刚有试录一个所以大家已经知道在录音了老师说刚老师刚说美国统计阿兹海默主要好发女性外籍教育水平较低的你很会抓重点啊 SJY 啊不是 SJW 是什么我要喝水我没有水这里啊你用啦有东西没、哦、我想说我说好先奶茶滚怎么可以叫我滚也是啦好这堂课就是阿兹海默嘛这堂课是阿兹海默吗？嗯，这堂课是阿兹海默吗？对啊，你都说了。那他很会聊哎、欸，不是艾滋阿兹，艾滋也不会是。快吃这是冰的、哦、啊你要提醒我啊而且我已经买完又吃了卤肉饭再回来了他应该已经傻眼结果是你在拖阿芝是谁三芝这是大福他是什么学妹娘啊学妹娘昨天有讲到、嗯、可是他是水蜜桃我讨厌水蜜桃那你为什么要买它？因为它只有葡萄跟水蜜桃，我选择了水蜜桃。所以比起葡萄跟水蜜桃，你更讨厌？嗯。我猜的水果还蛮多的。对，我知道。应该是我喜欢的就是那几个。为什么要做 CT、MRI 的诊断比较准吧？林果好认真，医生很上线。请解释。哇，婆婆好认真哦。林果婆婆。我要开动了，在家，打开支笔。喝了一口。啊？吃到剩酱的时候分我。好啊。叫法法发问不行。我很像什么生病的人哎、欸、它下面是一层饼干吗不是
那是啥？我不知道。些特色的指数的变化，其实他们做的事都是对啊。请问这边医学系的有谁？我看不懂，我已经看不懂我的留言了，你要不要救救我？他们在讲什么 CT 跟 MRI 的？在这里。对啊，我的留言超专业，然后我在这边吃大富，好爽啊！你要快塞？你突然。好像会有一袋，我是应该要跟他们收钱，快拆的吗？那时候买一盒1800，你怎么买的？因为是刚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公司不是说要快拆，很久很久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我想说是要自己买哦，然后就自己去买一盒，他就没。你好疯啊！我沾到了，我沾到哪？我站到哪？哦，真的。伊达米有看机喽！好好吃哦，但是那个水蜜桃不需要存在，是吧？你可以咬这里。我到了。你是超级吃播哎！那个饼干很好。天帅 this， 我觉得之前测的要给我100块，哇，你是欠我很多钱，哪有餐钱之类的，你欠女朋友钱一顿100多的，嗯，那个我记得，这个还有欠个20几块，再一次啦，嗯，然后还有快塞。20块，哎、欸，你自己帮我决定，然后买了一个你不吃的东西，然后跟我收钱，混蛋的。还有这个，那是啥？感觉就是很多奶酥的东西。他前面有讲很多。我要听课了，好不好？我在听好不好？对啊，强迫消费。他有一次也这样，但我忘记买啥了。不会是很贵的东西、啊？鸡肉串，鸡肉卷，值得吧？我只是要告诉你说，这东西这么好吃，你要去尝一下。是蛮好吃的。对，然后然后就买回来，下次带你去吃，然后你就跟我收钱的意思，我只是帮你带回来，还没有跟你收运费。哈哈，还要运费？你本来就要回来了。运费多少？你该不要跟我说捷运的钱吧？已读。这个好难吃哦，就是它味道好，但是它有点难。
对，很难进食，但是它很好吃。好，这个很烤。水蜜桃没有，水蜜桃我可以接受，我吃，我来吃。嗯，那你可以把水蜜桃本人吃掉吗？哇，你是勇者。哇，你知道你的嘴巴完全在我进，等一下，你就是没有吃到。哎呦。你还是没有吃啊！我的大福，我的20块，夸张吧？什么？他留了一个先生，你真的吃得很丑。这是什么意思？你好胖。什么意思？突然说我很胖。大家我大福我就很胖啊。应该把这个黄色的吃掉。总共你大概也吃了3/4吧，叫一叫。那差一个，然后，嘿，你就自己去买呀、啊。哎、欸，这边是鲜奶油，感觉很像鲜奶油，好肥哦。胖鼠，这就是我努力的证明。这个小混蛋。哎，豹子说小混蛋是什么暧昧的称呼？这有很暧昧吗？马修，小胖子，你是想被打啊？马修，被加一个小就很不错呀。小豹子，小马修，马修江。小白痴。哎，我知道了。没有被分离，好像本来有很好的一个所谓的四代的连接，但后来就变成我真的好痛。被所谓的很容易的被打，纤维的，还有很多什么 A 球仔来帮忙啊，麦克风来帮忙，什么事来，大家都跑来帮忙，结果越搞越糟。阿伟不会越搞越糟，就是后手接他啦，很容易的被打，这颗会死，跟它连接这颗也会死掉，因为哈、哦，它会传递很多，我们后面也会讲所谓神经两因子，因为传递太多，啊这边没有办法提供两因子，那下一颗也会死，它、啊、自己也会死，就导致所谓大家在讲神经退化、神经退化的一个现象这样子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tau啦哈，tau就是刚才这个蛋白，tau在这个细胞里面。你干嘛看的事情？这个下面叫整个，啊，这个是细胞骨架，啊，你的细胞骨架是在整个下面。嗯，好。在神经外说，
什么？一样的。大幅。那两个大幅。因为打折。要不要先冰起来？可是冰箱会毁了一切。不会不会。再给一三个小时。那就这样冰起来，他们不在家。为什么不先把底下的纸撕下来放在盘子上面吃？因为我没有盘子。同学，请你删掉。谁啊？还乱截图。我看，我到了。你擦没擦啦，你手机里面丑到比这张图丑他妈800倍。他怎样了？我要自己开。被拆客了。好耶。对啊，不冰起来才是真的毁了一切。你在想啥？我又录了一次消息。好，那我们等一下。盘子在外面。你呢？我现在才点。你不用，你不需要点名，谢谢。再见啦！等一下，是那个是这个老师吗？你上次讲故事那个？讲故事就是他朋友。他朋友这样。为了敢点名。谁？就是下课才点名啊，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哎、欸。我没有听过哎、欸。有，不然我听谁讲的？李宇吗？不是，是你。你要重述一次那故事，就是他朋友为了敢点名，然后出车祸。没有啊，没有这件事啊。有。没有啦，真的没有啦。有。我没有同学出车祸啊。不是，我说老师。老师的朋友。啊、所以他才下课点名。没有，我没有听过这样子啊。明明就是你跟我讲的。就没有吼，你怎么会不记得这么好笑的事情？还是是拼我听别人讲的。超白痴！天哪、啊！曼德拉，什么包子？包子怎么了？这里不能是空的欸。没有啊，没有东西啊。今年一定不出车。五点了，现在。
今年一定减肥。今年你吗？你要减肥？我不要。减肥是不可能减肥的啦，减肥永远都是明天的事。减肥是永远不可能减肥的。减肥是明天的事情，知道吗？你不需要，你不用知道，谢谢。范泽偶像，哎，不能，这才没有范泽偶像嘞。为什么突然玩我的金鱼？你有什么问题？你是现在要跟我分享你在抖音看到的好东西吗？我打不开吧。哦呦，你好烦啊！花哥，怎么擦完唇膏又擦口红呢？那个是护唇膏，就是因为我的嘴巴太干了，所以我要涂一下护唇膏，然后再涂口红。嗯。Hello 张法法，谢谢 Hello 的我来签到。可恶，他不能看到那个贴图，他好不容易往上滑了。谢谢 Hello 的浪暖心，谢谢秋日红的心肠，滑掉 this。学会夺刀了，我把人摔到地上去。怎么夺？我还没学。就刺啊！老师带那个刀夹，他说他以前是职业军人，他说以前他们都拿这个练习，一个很沉的塑胶刀，哦，很重，这样刺。然后我会退左脚这样子，然后改变你的道路，就是让你这样，就是不是直的，然后这样子，然后。这样子你就到地上去了，然后你跳地上去，膝盖压住，再用膝盖压住你的这里，你现在是躺着的，然后这样，然后就这样压在地板上，然后再反手夺刀两指，不许动。等到你真的遇到，你就不会了。我就啊，你好，哎，你刚那个啊好 gay 哦。所以他上的实体课是仿真术哦。对啊。嗯嗯。我上的实体课一个实验，一个仿，一个是体育啊。他真的是，我上所有课唯一不翘就是仿真术。而且每次上完一回来，受害的人就是我，臭仔户。不是有去武馆吗？啥都没学吗？有，我有去义卖，去武馆义卖。抖音不是很多示范夺枪吗？对啊，然后背景就是那个天堂。对啊。大家。不是练拳练最凶的吗？但是学的东西不一样啊。他们有学攻击啊，我在学攻击。我也学攻击啊。你有学攻击？有啊。什么样的？覚えますいや覚それは無理だ。其他室友都说我练得很恐怖，真的假的？原来我其他室友有说吗？我自己本人都没有讲过，傻眼。
什么时候你们有讲过？我不知道哎、欸。就是如果去无人岛还是怎样，如果 TP 在就是一个打群架的话，谁会哪一组会赢这样子？不可能，就那个店员练泰拳的、啊。可是闪酷拉有小三美玲哎、欸。那我就这样讲啊。小三美玲是毛孩子，要聆听打不赢。最怕他哎、欸。可是我不知道，我就不会想要打人哎、欸，我就会想要等别人攻击，然后再给他一点点，他就会倒那种。想耍帅，说我会揍床哎，张爸爸也会啊，张爸爸会陪我一起揍，好爽哦、喔。爱学，而且那个床已经被他揍到有一个凹洞。嘿，小慧会赢吧？对啊，还有小慧，萨库拉会赢吧 ？Daisy 会输吧？Daisy 有林一感觉也很可怕。林依云感觉很可怕，那个肌肉。林依。哦。对，林依云也可怕。可是，刘晓晴说林依云很会绊倒自己吧？他不是身体不好吗？可以暗中保护你们哈。草组可以当刺客。草组算是有四个黑人。太白的当诱饵，剩下的不好说。平安可以可爱。谁敢打平安啊？对啊。我就揍他。对啊。谁打平衡就揍谁哦，超可爱。所以是为了什么要去学这个东西？就是很帅啊，对啊，就是很帅啊，就是看到平衡课就是该选。对，就是很多推荐影片就会看到，然后就去了，然后就很好玩。可是我们前一堂课因为被摔到地上，不能直接重摔、欸。我有一下摔到尾椎有点痛，可是要。用对方地方，他有先教护身刀法。如果你被摔下去，你也要知道怎么打、啊。因为你们会真的摔，我们不会，所以我们没有还没有教这个东西。我被摔了一下手，真的是痛超久的。有，我知道。他没有在一，因为是一，然后抓是二，反折是三，跪是四，多刀是五，这样子。嗯、然后就是有那种一体成型的，真的会不小心太大力、欸。才没有，只是想要缠绷带嘞。如果是七七呢？揍啊，照揍啊！品涵呢、欸？七七应该先把他揍爆啊！七七这么勇，要学摔人，要先学被摔。对啊，我没有学过被摔耶、欸。被摔简单啊，就是一个姿势这样子。那你看起来像在跳舞，好可爱哦、喔！这样，很像。没有啊。所以晚上不播赛点圈哦，没有，就是有时候偶尔，谢谢 YC 的缘分相遇。对啊，七七自己会选逾期，不需要我们摔他，不需要我们攻击他，用肉多的地方走啊，那我很多地方都可以，就屁股啊，对，逾期，逾情。我是多肉植物，宿舍还有太极大师，谁？王一佳。哦，对耶，还有一棵树，还有一棵树，树啊，你看，烦啊。养生操，闪电五连鞭，闪电五连鞭，七连鞭，你要不要表演一下？我不会啊，不是刘晓晴太会了吗？他的独门绝招，七连鞭啊，不是五连鞭吧？超，真的是不要惹宿舍的人哎、欸，都是狠角色，对，都是狠角色。妮妮会什么？妮妮。我不知道你会什么。我会跟你说，跟刘晓晴激战，我觉得我的整只手都要粉碎了。对啊，刘晓晴真的是力气很大。他就哎，那吧。但是，对，但是就是对他来说，明明 就是我们的这样子而已。但是我们的感受就是超大力。他看起来没有怎么样，他就是这样子。对，就是普通的，对。但是我们就是
每次都基本上已经要粉碎了，还有内力，对啊，他超强哎、欸，他才是真的很角色。机器人，叔公爱情的时候，他也在，他也在闪电球，好想看啊，好想看啊，好疯哦！对啊，我最废、欸，超好笑，他真的是好像中邪、欸，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很厉害的一个人。虽然他啥都没学，他有内力，他也太有内力。他没有跟我、我没有听到，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 MC 会表演这个，但我不知道他连《曙光爱情》都在这个。好好笑！我要看《闪电七点篇》。你要怎么？你不要再滑了，左手刚好，你可以帮我跟他说下礼拜小力一点吗？可是他力气还输01，真假？我都觉得，我觉得他是一个瞬间。闪电鞭的精髓是快速，对，他好像讲过这句话。我觉得他是一个 Sakura 都是肌肉壮汉、对， Sakura 都是怪物。我喜欢也是跟他急诊，我也是、有一次在练舞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就很爱闹啊，就会互推对方，就刚好撞到，然后就推不推啊？哇，这样子那种像，就是我真的会被他推倒哎、欸，就像那种怎么样啊？怎样啊？那样子那种，然后我被他推低下，才没有飞到墙壁上去，超可怕。就是我跟他的话，我真的是会被推倒、欸、然后可能小晴也是，对啊，刘雨晴，刘雨晴会收，对刘雨晴，他知道他自己力气很大，所以他都很轻。谁啊？肉肉，啊，肉肉还好。小三美玲，小三美玲，小三美玲真的是会飞走，力气超大。祖祖跟婷丽就还好，主要是我们也不会这样子跟他们互动。对啊，他们是什么？感觉小迪也是力气型啊，小迪是、小迪是，小迪也是很有肌肉的人，也还力子也很大。好欸，我觉得我们走的还好。嗡嗡，我感觉力气也大，但是不会。嗡嗡力气超大。嗯，我哪有最废？最胖。我没有最胖好吗？没有吧？看谁跟谁比。七点变，他怎么在《曙光爱情》跳这个？对啊，得有搞哎，看不懂哎。我本想要买他的吐司，那吐司一大条才50块，然后是什么？不知道是生吐司，很好，看起来就超软，超好吃。然后那一颗面包是什么最胖？我没有最胖，感觉柏林也是，虽然很小一只，但力气大。柏林也是肌肉怪物。林杰星也是、啊我们团很多肌肉怪物哎、欸。林杰星也是啊。林杰星也是吗？忘记怎么跟他击掌，差点懵了。但是你太脆弱了吧？我太脆弱了。那是一家还是小只？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很耐打，我虽然很脆弱，但是我很耐打。嗯，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以同样的力道打不同人，其他人可能说很痛哎，怎样怎样就不想，可是我就觉得还好啊，脚皮那种感觉。
他怎么这么多招啊？同一个吗？在干嘛啦？我在看闪电奇缘。救命哦！我看到你在看闪电奇缘，我不知道。林姐有腹肌不是吗？有林姐有。腹肌啊！你。可是我就是努力啊。对。林姐是真的有力、啊。你团这么多肌肉怪物是正常的吗？肯定要肌肉的吧。下礼拜的集长会，粉丝们要小心。对，真的哦，真的要小心。还好我们平常都是这样放在那里，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去撞你们？是你们。对对，你们要来拍我们。如果我们拍你们的话，可能已经不少人睡了，而且还会多重伤害。对，多次，超多人。我在看原本的七连鞭还是小健，我在看原本的迷因肌肉女团。我们运动量这么多，有肌肉正常吗？正常啊，可是有很多内力怪物。对，有内力的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明明看起来没怎么样，但是你真的拍到你就是会碎掉，莫名其妙的。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A 部机长玩小孩机右手只能用左手跟 B 部的机长，然后再睡。不是粉丝要当心成员，而是粉丝要当心自己。对，脂肪够多应该撑得住吧。谢谢相爱的缘分相遇，两部机玩直接惨战，直接双手废掉。5:24，5:24，好快！是因为我一直在看《闪电奇缘篇》吗？好荒唐啊！午安，晚安，现在的晚安。这是什么？法法下课了吗？早就下课了，请拿出票来验。直接拿不出来。什么时候去看电影？明天吗？那你很突然呢、欸。认真怀疑成员是不是练习新打法或北冥神功？通过握手会吸粉丝内力，才没有那么夸张嘞。
你觉得下班了吗？十二点还没有，没有，我们没有要看奇异果博士，我们要看哈利波特。我想看奇异博士。你想看奇异果？对啊，我超爱奇异博士啊。是哦，我完全没有看呢、欸。要看啦。天霸今年谈下半期。MP 多重宇宙跟这个都要看，跟那叫什么？哈利波特都要看。那你很忙哎、欸。天杀几点谈？你是看进度下班吗？你天上。你现在就不看，你有看过了吗？什么东西 ？MD 多重宇宙的预告。不知道。猜一下，看一下。不会是现在？你怎么说下播？还没。干嘛？我六点要出门了。你六点要出门？嗯。你几点下播？五点半。干嘛妹？我不要，我没有要看。奇异果应该比邓布利多好看，肯定的吧？真的、哦？邓布利多是因为他们只有真的假的？邓布利多是因为想要一起去看电影，但他们只看邓布利多，其实他们都不太了解。对啊，你可以自己去看，你可以解锁一个人成就。好，我不喜欢看电影，哎，萌哦。奇异果博士，平行时空是什么？多重宇宙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可以拥有平行时空能力，他们要解决一个大 boss。杨紫琼有演的，以前的一个港星。来自台中马先生的心得。台中马先生，请问是马修吗？谁？强尼戴普没有演第二集，对，很可惜。麦叔也很棒啊。不行，你就一个人看邓布利多哇？邓布利多感觉应该很好找到人陪一起看吧，陪同观看。邓布利多这么多人看，那邓布利多其实可以。等一下，线下看也没差，因为就这样了。我前两集都不在电影院看的。哎，等一下，我们上一次等线下的是什么？咒，对咒。看咒啊！我要看啊，咒。他，请问他下档了吗？应该下了吧。哈利波特粉才会有兴趣。这还早，对啊，凡凡不看恐怖片。这一直找不到人去看，也没有勇气，对吧？影响一个礼拜生活的电影，居然吗？对啊，自己吓自己何必呢？还不如等他吓的。为什么不看恐怖片？而且感觉我看恐怖片会很吵，所以我不想去电影院。可能看一看，看到一半觉得很可怕，就开始骂咖啡。再不理我，可恶！觉得那时候被附身，自己一个人去扮演，哦，你好疯哦！我不要。QK 说想看你被吓到的样子，我才不要。我是没有看过你被吓到的样子，怎么可能没有？什么时候啊？看他的时候啊。他还好吧？他还
那你还好啊。他不恐怖啊。他很恐怖啊。他很恐怖吗？而且我也在看，我没有办法看到你啊，你在我的正旁边呢。我第一次看电影恐怖电影去我第一次去电影院看恐怖电影是跟张法法看他。我也是啊，我不会再看第二次了。超好笑。为什么我们不要陪你们看？我不要。马修要陪包子看。这和电影和剧集没有连接。啊，什么意思？救命！电影院关灯看不到法法。不是，我才没有这样子说嘞，你们挑拨离间仔。我是说他坐在我的正旁边，我也看不到他，所以我不会转过去看他。没有 jump scare。还不错，要看你喜欢看什么东西吧。看你喜欢看什么片，取决于，对。如果你载了那个 app， 但是里面的东西你都不看的话，那当然就不好用啊。两人互相看不到彼此，哭啊！什么？你可以讲啊，反正，对啊，这是你的人设，你就讲吧，讲出来。喜欢看什么？谢谢大家，他叫做我包子啦，然后一个幽灵的贴图，然后27等，然后看了我的直播108场，然后他的 ID 是24331311台北市8月12出生的狮子座男生，来自台北市，大家。对，就是可以开始踏伐他了，请踏伐大家。他叫做包子，油包子，油先生，直接叫油先生。吃，好想吃包子哦！突然，感觉很久没有吃肉包。截图仔不在 ，QK 截他，玉超截他。
一节。哇，原来包子马修，马修，包子在乱找别人，他在乱告白。这个礼拜才发现，原来肉肉也看，啊，什么东西？知道呢，一般题外话。马修是包子啦，见过生人也能皱，也能臭，对，我没见过，哈哈，乱臭，我要念榜了，我要念榜榜榜。第十名，哎，我今天好，我念吧。阿六 ，Hello， 阿六。第十名，第十名是 QK， 谢谢 QK。第九名是邱日红，谢谢邱日红。第八名是 YC， 谢谢 YC。第七名是朱里恩，谢谢朱里恩。第六名是翔诶，谢谢翔诶。第五名是哈溜，谢谢哈溜。第四名是暗，谢谢暗。第三名是。三名是浪客，谢谢浪客。第二名是林果，谢谢林果。第一名是勇哥，谢谢勇哥。第六名是不是第六名，谢谢阿六的温烧礼。才没有刚来，我发生什么个资法？我没有啊。好了，我要下班了，大家。下班です。皆さんバイバイです。皆さんバイバイです。ブブ。没错，要一个礼拜。才没有要跨嘞。好了，大家再见，各位朋友再见了，再见再见再见，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我关不掉。